你们挑一个呗，刚我都挑了，你们挑一个。嗯。会是谁呢？会是谁呢？会是谁呢？啊，好想先上。啊，你要看那个。二十，不惑。这是他的看。AKB 四十八。好，我们是 AKB48 Team Message， 我是自信女孩谭君熙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Message 的一期生朱琳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有点慢热的胡心颖。我觉得最近短视频不是很流行吗？我就比较喜欢，就开始接触短视频。然后我们主要就是来学习的，对，学习学习。一，好可爱啊！我是戏精西西子。 Hello， 我是慢热活泼的小蝴蝶银子。我是四川甜椒朱琳。哎，姐妹们，这是我们第一次以这样的形式参加直播，我有点紧张，手都出汗了，怎么办？手都出汗。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点什么呢？之前是唱跳，我们今天讲讲我们的表情管理吧。表情管理，可以。那么说到表情管理，我想到的第一个词就是飒飒。谭俊熙，哎，演示一下。好，我来。三二一，即使头发糊了脸，也要保持微笑。朱琳同学，给我们表演一个酷吧。来一个，准备，三二一。差了那么一点点，我们孩子尽力了。那请我们的胡心颖同学大来一个甜，来一个。好的，来准备啊，三二一。哇，我觉得有一点不合格。为什么？那要怎么样才甜？要啾啾啾啾。我的天哪！啾啾啾呢，是我们接下来的舞蹈里一个非常标志性的手势，它非常的可爱，同时也非常的甜，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啾啾啾吧，伸出你们的右手，伸出来，合上你们的大拇指、无名指还有中指，我们一起啾啾啾。那么我们在舞蹈中是怎么进行表情管理的呢？说了这么多遍，不如直接来演示一遍。来吧，展示。只想对着你，哇，阳光下小车载着你，按时的到达了这里，我每天如此反复对你关注，真的很奇妙，想对着你，啾啾啾，啾啾啾。